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一款是四个螺旋桨的船啊，不是钢船，长度的话一米，重那个11公斤。好，拉一下这个鱼吧。这个船呢，下网的时候是没有声音哈，然后可以带灯光啊，晚上用的话也可以的。你看下网的声音的话是没有的。速度快慢是可以调的，前进后退这一款都是有的哈。最大拉高度啊，6米高渔网，100米长，这一款的话都可以，就是1到6米高的渔网都能下。看看这个出网速度哈，现在冬天站在岸上的话下这个渔网挺好的。那下完之后呢，我们把遥控船遥控它控制回来，然后接着下第二副网，我们人的话站在岸边就可以了，也不用去下水，也很安全啊。好，马上拉完下这个渔网的话1分来钟啊，就把它下完了。下完之后呢，遥控器控制它啊，一键脱钩，然后遥控船开回来，然后接着拉第二片渔网就 OK 了。好，那就这样子啊，就是遥控器控制它这个船跟绳子跟这个渔网解开啊，解开之后把这个遥控船开回来就可以了。那现在慢慢开回来就行了。